全球的疫情肆虐底下，其實有一些行業它的業績竟然因禍得福有一個爆炸性增長。今天我知道你是這方面的專家，所以找你出來就傾下偈好不好？我們今天就講大家都很喜歡的一個主題，就是 Digital Gaming， 就是說一些數碼遊戲這樣。